谢谢大家。 接下来这首是一种，是一个，再回了，新买无缘的人，非常长的一首歌哈、哦，这是一首灰色情歌，施文斌唱的，好、哦，其实曲风也是非常优美，我们欢迎我们乐队老师帮我们演奏《再回了，新买无缘的人》，非常的长哈、哦，谢谢。 Thank you.
谢谢我们乐队老师，做得非常好哈，非常好听。再会啦，心埋无言的人，我很喜欢这首歌哦，下次我来唱。接下来